看距离有这么近，你看，我只是路过而已，不要去看我了。好了，你们先过，你们先过。这是吃草的牛，它们比较健康一点。那里有一只小牛在那边干嘛？那边休息啊。它会保护小牛，知道吗？让他们先走，我走他们后面好了。互相尊重啊！叫你们只要记得，就要遇到不同的东西，就是都互相尊重，知道吗？你尊重他们，他们也不会对你怎么样，不要吓他们，好。我跟你打你的话，跟你讲，哎，这大只得个打死伊。等一下，我要走这条，因为不知道走哪条路，所以就走这条。硬着头皮走过来，我本来不是想走这里的，我都没走过，走这条，看看结果还是遇到你了。